啊！我听到他进的声音了，好像在他们家。他把包丢在这里，冲到小。好像是他们，好像是他们家，好像是 B 二楼 ，B A 二楼 ，A 二楼，应该在二楼里面。我听到他声音了，他们家的二楼。广告巨人怎么不开台？广告巨人今天累，干，没有骗到他们，怎么都不来。干你妈！那个 ACE 真的是傻逼，干你娘的！别！吸血瓜被你骂掉了，吸血瓜也是受不了那傻逼，浪费时间。吸血瓜被你骂掉了。为什么吸血瓜不见了？高楼有人。B点双雄。哎，中来了，中出来被电脑玩家打掉，真的很头痛哎。哇的，你干怎么是电脑杀我 ？What the fuck？ 我觉得他压的比我还稳哎。龟哥有人被电脑玩家杀掉了，你的 MOD 啊！不要把我错了，小宝贝。好啊，我被打一枪哎，哎呦！我看到你也是我错觉啊。哎，这样这个电啊，这个电啊。我没电啊，我倒了。我有。哎呦，差点掉他 AC 傻逼。可不可以接欧布宝？饼干哎，饼干哎，饼干好吃，饼干安安，好久不见饼干。怎样？你要我怎样？没有，我在跟饼干打招呼。他们真的是他妈的傻逼，到底在打什么？气死人了！就是冲啊，宝贝！干你老师的！What the fuck？ 好猛！这是怎样？强一点好不好？没有啊，对面就已经这样了，我们还强一点。哎，终于赢一场了，今天。要么很难打，要么很好打，干。耶，好开心！打 B 游戏。不知道动主播剩287分，加够了。根数是浮云，我都快把分数输光了，也够好玩的。没地图玩嘞，没有玩了，怎么办？要跳伞了吗？没地图玩了，你打六个啊？打六个吗？对啊，那就觉得怎么不见了？还有台风了，台风是小龟。我在里面啊，我在里面，看不到你。没有，我也没看到哎。哦，我不见了，好。国栋快死了吧！我们今天就在把国栋操到死。哎，六点了。是啊，是吧？要去睡觉了。还没有，饿了。你敢去吃试试看啊？吃鸡。哎，好是今天嘞，今天好像是那个吃鸡大赛。我们没有报名。怎么是吃鸡大赛？就是看，就比赛看谁吃的鸡比较多这样子。台湾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他们会有一些人开实况啊，然后开始吃鸡这样。澳门怎么没有报名？白痴才去报名。干，你的意思是说我是白痴啊？你报名了？报名啊，是？你报名可是你报名，你我马子帮我报啊。你马子哦，你跟小旭的报。哇呜！那、啊、你们那一队根本没办法吃啊，那你干脆别去了，别上场啦、啊，动主播。不然你问龟狗怎么看？龟狗，
操你妈输冠先又关麦。小雀是那种不开镜的，然后动主播要跟他一起报名吃鸡大赛，你怎么看？小雀，你说什么东西？打人不开镜的、啊？就是他打人不会按右键瞄准的，他只是直接瞄，直接开枪那种。他是他会的。那两个垃圾去死一死啊！他想拿第一。跟他玩很有成就感，好不好？我一打都撸好几局，当然有成就感喽。跟你们玩哪有成就感？每次都他妈直接乱开枪，害我死。你死还怪我们？我不夸张哎。没有啊，我现在已经感受到那种，就是我先开，然后别人被我害死那种感觉。那、啊、你们吃鸡大赛什么时候比？什么时候开始打？你要开台还是他开台？还是两个都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到现在不知道，我现在不知道规则什么、啊，反正也不会赢啊。没差，你就去玩啦、啊。哎呀，就算赢了，第一名也只有3000而已啊。对嘛？打那么累才3000。对啊。你们就做他，他不是说开车加分吗？然后杀人加分嘛，那你们就不要赢了。我要搞爆这游戏啊！我叫我粉丝全部来跳来。他没有说挂网杀挂网的不。我一场杀80只，一只一分，一只一分还是两分啊？两分那、啊、很赚啊！你就杀挂网的啊！我每次跳都有4只5只挂网的，你看4只5只挂网的下去，你就乘以2就差不多10了。吃一场鸡要。我直接叫我粉丝来排，全部来送我头啊！一场打个80只。一场打个80只160分，谁能撩我？对啊，有道理。Let's roll。内射教父都赢不了我、啊。你放尊重，小心变哼。宋主播这样玩什么？你看一下。宋主播，我、哦、他把朋友打死了。不要闹啊！快跑！快跑！打小啦！哎、欸，跳不下去！你智障啊！你智障哦！你叫我丢，还把我打死！你智障哦！你干嘛？他们拍六个吗？怎么变迷话题了？不知道哎。哦，可能有加到。你智障哦！你叫我丢，还把我打死！你智障哦！干！你是以为你他妈的好好打，你好什么地方？叫你不要过来，你还过来，被我妈的炸飞的，还敢说？我、哦、这风真的是有够舒服，听起来有够爽。哎呦！你说你可以给我这样吹试看。妈的，再吹，擂台就要开变声器了。妈，我都被你们吹起来了。擂台开变声器，小龟好像没有怕过，他反而比较想。我已经被拔掉了，我不怕。小龟，你怕吗？开看啊，听一下。嘿嘿嘿，不要，我怕有人睡不着。下一款，等一下讲一句就好了。下一款游戏是什么？看这个，我已经贴了。我没看，你就直接念呗，叫什么？都没在看哦。我刚刚没有跳装备，叫什麼。我讲了你又不知道。你讲我也不知道。我知道就是那个嘛，对啊。Turn around 吧。Turn around 转身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。对啊，那你弄了没？还没。转身是什么游戏啊？你又不知道。好，我只知道龟狗要死。他们人嘞、欸，都在我们家强暴龟狗。开刀啦，小龟。这几个狗干畜生！哎、欸，有一个在他们家，有一个在他们家，过来帮我！有一个在他们家，快点！先揍他哦！先揍那个，就是他了，欺负他，漂亮，就是他了。你看我这位置简直神位！啊！干他！这种主播，你左左右就砍死他，有一个声音低。操、啊！对、欸，搞定左边来。干！哦，靠边。被强奸的野马东哎、
钱丢水沟，丢起来。等一下，我不网没开啊 ，sorry。好扯哦。不是我，因为那天很卡我啊。夸张哎！敢吃钱呢、欸？妈的！不是我，是人家钱。对不起。谢谢小龙的抖内87块。敢吃三小啦！谢谢小龙的87块。我用飞狗好牛逼哦！他们两个都半血。好，长香两个哎，好刺激哦！跳台一个也斩。他妈还拿 skin。跳台下一个，哎，我们转 B 转 B， 你再拉回来，兄弟。怎样？好的，好，走走走，跑起来，跑起来。哦，我死了。看，你跑起来，你跑起来，你跑起来，有一个还在 A。刚刚就说还不开北气 ，sorry， 谢谢小龙的87块。谢谢，我看上面打什么？我看鬼狗视角了。这是一笔赞助测试，发的手机好难用。嗯，还好你有看我的那个，真的，这光小，这也能输，这也能输，回他 PK 啦，的，好的，大家一起回他，好的，这也能输。不得不说，他们另外一个绝对是傻逼，不知道在冲三小，这么晚才回来，但是逛街是怎样 ？shopping 需要忘我对不对？龟狗好气啊！聊天室可以给龟狗刷一波87吗？哦，不是，刚刚台阶上看得到好猛，因为他们应该推了吧？照理来讲，龟狗在那边一直开枪，应该有人会推。我只是用常理判断，你没看到他。哎呦，北七！哦，为什么？我尾包有死是你。为什么？我是剪包。跳打一个。等我，等我。跳打一个残血，然后连接上一个。连接一个，连接一个，连接一个。他还不通知哦。皮秀一个残血。哎、欸，哦，屁股，死位了。哎、欸，长枪，习主席左边。枪子后面，完了，要被。哇，没错。拜托你先去抓他，哇的，拜托你先去抓他，他没血。看他怎么一堆枪可以用 ，What the fuck！ 啊，这样都是这样，这样都这样，这也能输，这也能输，这也能输，真的是这也能输。喂，到底在干嘛、啊？不懂哎、欸。来啊，来是教你们一些特殊技巧啊，学一下，学一下。我肯定是没收点的，我在盯，我在看 B 秀，我怎么会去收点 ？VIP 值。他们 B 短一两个哦，中你！干你娘嘞 ！CB 跟短箱跟长箱，长箱，我兄弟，哇德加油！哦 ，nice！ 哎、欸，他红了，阿丁，他们家搞定，他们家一只，他们家爆了，我爆掉了，我爆掉他头了。Window 一只 ，Window 一只，干！鸟居残血，小啦！鸟居残血吗？一枪。开秀，好，没残血，你死定了、哎，太烂了吧？起，他闪自己。他到底